低一点，低一点。我把口罩摘了吧。其实你应该刚才把口罩摘了。就近寻找避暑场所，或拨打救援电话0936563999。祝您旅途愉快。Thank you.
这不是清闲的，不是啊，这不到这上头，你上次我们来跑。就是回到原来的地方。我原来的地方。走到那个地方。